位观众，目前人所在位置呢是在五七金钟的红毯上头哦。那稍后呢会步上红毯的，包含了综艺大热门、全明星运动会等等入围的节目奖项的人员，以及主持人，像是小 S、黄子佼、曾宝仪等人都会步上红毯，先后来做亮相。请持续锁定我们的中天娱乐频道，给你第一手消息，继续锁定喽。